大家早上吉祥，阿弥陀佛。啊，我们谈到学习呀、啊，啊，之前有讲到学习的次第啊，是信解行证。这个信呢，是排在最前面。啊，信为道源，功德母。 而信的另一面呢是疑啊，师长老人家也说呢，怀疑啊是愚痴的核心啊，所以一怀疑呢，这个愚痴现前呢，铁定会有烦恼哦，所以有时候我们在探寻我们所产生的烦恼。 可能在根源上啊，都跟信有关，啊，不信自己了，不信佛菩萨了，啊，不信事，不信理，不信因，不信果，你才会产生这个烦恼。那尤其呢，佛菩萨所讲的境界啊。 有时候不是我们的思维啊所能够到达，啊，所以在这个时代啊，我们能够信圣言量，圣人不会骗我们，我们相信，啊，因为呢，有学长呢都有提到，啊，面对一些人事啊会恐惧，啊，尤其可能。 会感应到其他空间的众生啊，这样的情况，在佛经上啊，《无量寿经》里有提到：众生若有急难恐怖，但至归命观世音菩萨，无不得解脱。啊，所以不管往后遇到什么恐怖的境界。 啊，最重要能自成念观音圣号，啊，这个寻生救苦，啊，一定会有感应。尤其啊，现在社会风气不是很好，啊，我们也不知道过去生啊结了哪些恶缘，可能会有这些境界现前。这个时候可不能够慌张。 哦，一慌张呢，这佛那个圣号提不起来，那佛菩萨要救度、要加持，就加持不上。哎，哦，尤其是女众啊，那当然女众也自己啊要自爱啊，你不能很晚还在外面，这些都有可能啊。在现在的风气啊，我们。 担心啊，会有一些情况出现，哦，好啊，所以这个观音圣号啊，啊，时时能提得起来，化解这些危机灾难是非常重要。那当然，佛在这个《十回向经》里面也有提到，啊，自成念阿弥陀佛，二十五菩萨。 随护其人，啊啊，会保护啊这个念佛人，啊魔不能侵犯，但是要真念，啊这个圣号要保持，啊要恳切的持诵佛号，啊这个我们有这个信心呢，自然对当前对未来就不会有恐怖。 那另外呢，还有一种情况啊，是想求感应，那这个就不好。求感应、求神通啊，就很容易招感这些不好的缘啊。就有一个女众啊，她就因为一直想见观世音菩萨。 他就一直求这个事儿，结果后来呢，他就看到很多东西，啊，整个屋子里面呢都是众生，最后他也睡不了觉，啊，身心都快崩溃了，啊，大家可能有没有几天睡不好觉的经验？没有啊、哦。 那是很很痛苦的，很痛苦的，啊，那个肝火都上来了，情绪都控制不住，啊，他已经是很长一段时间了、啊、都睡不好，后来他就去找黄念祖老居士，啊，他还告诉黄念老说，有人劝他念大悲咒，大家觉得好不好？好、啊，当然。 更重要的是，他念这个的目的是什么？对付他是吧？这个心念是有点要打他的那个，啊，所以一切还是要回到什么？念头上啊，你跟他有这种要跟他对立、要对抗，这个可能一时好像解决问题了，但是还是不能解决根本问题。 所以黄念老就不建议他这么做，啊，那黄老呢也没有直接告诉他答案。黄老说：“我给你讲个故事，啊，就说从前有一个出家人，啊，他到了一个山上修行，啊，结果那个山呢位置特别好，啊，可能是这个磁场特别有利于修行。” 那人想在那里修啊，那其他众生也想在那里修，好，那他去了以后啊，就有很多的出家在家人都跟着他，都待在那里了。那其他众生就觉得他们也想在这里，啊，所以就现了很多异象，那很多人呢都被吓坏了，哦，后来呢？ 就都走了，啊，那本来那个出家人呢还在，啊，就少数人留下来了，啊，后来就有一个人请教这一位出家人，这位老者，啊，说这里的鬼这么厉害呀，啊，您怎么都不受影响？啊，那这个出家人就讲了一句话。 说到呢，野鬼伎俩啊，千般有尽，他的伎俩再多啊，千般总有什么耍玩的一天嘛，千般有尽啊。他说：“老身不闻不睹，无穷啊，反正我就不看，我也不听，他就奈我。” 呃，他就，呃，他就障碍不了我，哦 <laughs>，oh. 哦，所以他最后计量都弄完了，他就走了。哎、呃，那这一位女士听完就说：“你把最后那两句抄给我一下。”哦，好像那时候黄念老就叫他孩子吧。 抄，结果就在抄的时候，他说东西都不见了，呵呵哦，就是那些众生就不见了，主要还是他的心念了，啊、哦，他不闻不睹了，就障碍不了他了，啊、哦，所以境界能不能障碍我们？啊、哦，在理上讲，在这个故事上是障碍不了的，啊、哦，他再多这些，我们只要怎么样专注。 持佛号，啊，你的整个意念都不要再有其他的想法，就专注佛号，应该一段时间就过去了，啊，这是第二个角度。第三呢，好像师傅还讲到，在美国好像有一个同修住到了鬼屋里面，啊，好像在凌晨哪个时间段。 他就会出现，而且很臭，长得很恐怖，啊，所以他每一次出现，了，他就阿弥陀佛阿弥陀佛一直念，啊，然后他只要一停下来，那个那个鬼就又又接近他，然后他就阿弥陀佛阿弥陀，好，然后每一次都跟他大战数十回合 <laughs>，这个是我说的了啊，数十回合是我说的了，反正就僵持了很久。 可能都快天亮了吧，哦，后来他就走了。每天都这样，哦，好像后来人家建议说让他搬家，他说我不搬了，啊，为什么呢？就是他出现了，让我精进念佛。那这个人也不简单，啊，他把什么摆第一位？精进念佛摆第一位。 他觉得这个比什么，可能比他的命还重要。他能念佛最重要，啊，这是第三个例子，啊，所以讲这些呢，仅供大家参考，啊，大家觉得哪一个方法你最受用，啊，因为我们说四依法叫医了义，不医不了义。 啊，这个疗愈呢，老人家有在延伸说，说一什么呢？你用了能得利的，就是疗愈，对你有效果，啊，不然讲的很多方法你又用不上，这样就不对机了、哦。好，好。 哦，这讲到这个对机啊，比方说，昨天啊，有学长问到啊，以后怎么修行？好、哦，每一个人的因缘不同，尤其是我们的定位、本分，这个要很清楚。啊，比方说，你已经走入家庭，你是家庭主妇。 那就是家庭主妇的定位，啊，跟不结婚啊，一生弘扬文化，他整个修学的因缘跟安排一不一样，就不一样了，啊，所以你先把这个定位定出来，啊，假如你是要辅助你的另一半，然后把下一代教好，啊，你在这一块都是你的本分。 你就要花多一点时间去付出，哦，那当然一定啊，都是照五心啊，真诚、清净、平等、正觉、慈悲，还有五行、三福、六合，三学、六度、普贤十愿去下功夫，哦。而我们之前也有讲到，当生成就啊的四法。 大家记得吧？啊，第一个接受诸佛护念，这个是正修啊，所以这个念佛重要啊。我们跟大家讲过了，黄念老说这个佛号啊，是用数学的符号叫什么？无限大。所以不管你以前造了多少业。 亡者已矣，来者可追。啊，以前造的业是有数量的，那遇到这个无限大，会怎么样？把它消减掉。啊，所以只怕不好好念佛，不要担忧以前造了什么业。啊，师父讲经的时候也强调，好像是谭峦大师有讲。 任何方法都忏不掉的罪业，还有哪个方法可以忏？一句佛号可以颤啊，这个在佛经里面都是这么强调。啊，佛经有两个比喻。啊，就是，比方说千年的暗示。一灯照了，千年暗示就。 明了，那个佛号就代表这个光明射进来了啊！另外还有一个比喻啊，啊，就是整个树林都是臭臭树，味道很不好啊。可是这整个树林里面，只要有一棵旃檀树，就全部都变香的了啊！这是在经里面的比喻。 啊，好，那整个树林代表我们过去造的业，那那棵旃檀树是什么？佛号万德洪明就转过来了，好好，所以接受诸佛护念很重要啊。接着第二个是助修，执众德本，积功累德。 我们跟《弟子规》《太上感应篇》《十三页道经》相应的所有的心行，都是功德。啊，最重要的是什么？不要着相，不要求果报。一有求果报的心呢、啊，就不是功德了，是什么？福德。那这善用心，才能成就殊胜功德。 哎，所以师长老人家在讲《太上感应篇》呢，哦，看起来是世间法，大家听《太上感应篇》感觉像在讲什么？像不像讲《华严经》？是吧？所以叫缘人说法，无法不缘。 啊，而且呢，老人家讲《太上感应篇》都不是只是在这些行为当中开解，更在哪里开解？心念啊！所以像昨天市长老人家讲的，要做出牺牲奉献啊，更重要的要能要连牺牲的什么念头都不能有啊！你还有牺牲的念头？ 那还有委屈在里面，啊，还有委曲求全，这是君子，这还不能入圣贤的境界。啊，所以这样的开解，让我们对念头关照的更彻底。嗯，念头不彻底啊，要打破自欺一关也不容易。啊，这个是真道人哦。 要打破自己，你说你是行善的人，那要求没那么高。啊，我们之前有说莲池大师有一段真道人嘛，是吧？啊，造业则百，行善者一二，行善则百，向道者一二，这个才是向道的人哦，向道则百。 兼久者一二，兼久者百，兼之又兼，久之又久，直至菩提，啊，永不退转者一二，啊，到了这样的程度了，明什么？真道人，这样才是真正修道的人。我们要不要当真道人？不当要干嘛？<laughs> 哦，oh, 所以我们摆在我们面前，只有一条血路要杀出去，是吧？啊，就像叫赵子龙叫阿斗，没有其他的念头，只有杀出去而已。阿斗是谁啊？阿斗是我们的法身慧命你要，你要把他护出去，你不能把贼贼军都杀掉啊！ 杀得完吗？杀不完，你只能带业往生，赶快出去，让阿弥陀佛把,把你接走啊！无始劫的业力啊，我们不可能说这一生全部都把它都调伏掉啊，所以叫带业往生啊。好，所以我们刚刚讲的执众德本，这个就是积功累德，是助修。 那我们时时呢，以六度十愿来关照自己，这个很重要。佛门说“生者决定生”呢。假如我们当下存心都跟六度十愿相应，可不可以往生？这叫生者决定生。所以当家庭主妇的时候，煮饭的时候，那个心态是什么？ 哎呀，我煮给诸佛如来吃的，呵呵。哦，然后你端一杯水给你先生喝的时候，这个给诸佛如来喝的，这叫礼敬诸佛。看到孩子有优点，你就肯定随喜赞叹他，这称赞如来。哦，那你做什么事都是尽心尽力，这个广修供养，啊、哦，所以你们家就是普贤菩萨的法界。 这个把频率就接上去了，啊，我们看电视啊也要体会道理。你看他一按就到那个频频道上，因为它对准了。啊，我们现在对准哪个频道？贤贡尊修普贤大师之德，这个就要对准上去。好，好。 所以，你看师长老人家开解的，啊，生活是念佛，工作是念佛，应酬是念佛，处事待人接物，没有一样不是念佛。这一段话有没有印象？有啊、哦。师傅后面还加了一句：“几个人懂啊？”你听到这里有有什么感悟没有？ 别人懂不懂，那是别人的因缘。最重要，谁要懂？我们要懂啊，不然师傅这句话不白讲了吗？好，不能让他老人家白讲。哎，好，所以老人家这一生能成就的人格特质，其中最重要的是什么？知恩报恩。好，我们就要学他老人家最可贵的。 人格特质、嗯。好，第三呢，这个成就四法，第三是助正定聚啊、哦。所以，我们修学很重要，时时提醒自己，一个方向，西方极乐世界；一个目标，见阿弥陀佛，不可以留恋这个世间。不容易修，哦。即向离相呢？ 要用般若诶啊，吉祥！你现在在照顾你儿子，离相你不可以跟他产生情子。哎，哎，所以这个都要很真实的功夫哦。那还有一句很重要的，就是四十八愿里面的十八愿，这是四十八愿的核心呢，是十八愿，十八愿。 讲到所有善根，心心心回向。对呀、啊，所以所有一切善都不会求果报，都是什么回向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啊、哦！好，所以这个是助真定句啊。最后发度一切众生之心。 这个心象发出来，啊，我们说信愿行，啊，往生与否在信愿之有无，而这个信在《涅盘经》里面强调，自他一体，无差别相，同体的一种胸怀心境，啊，因为往生三辈往生都有一个条件叫。 发菩提心，一向专念，啊，自他一体的这种胸怀，就是跟菩提心、跟慈悲心相应了。好，好，啊，这个是我们刚刚啊讲到啊，在修行上，每一个人的因缘身份都不同。 所以这个没有定法，啊，都是要弃自己的鸡，啊，你给人家建议也要弃别人的鸡。嗯，好，好，那讲到这个契机了啊，他说法没有定法，啊，今天师长老人家又讲到二十岁以前可以讲。 是吧？二十岁到40岁、啊、四十岁呀，暗示；四十岁以上啊，不能讲了。哦，那有有人一听到这一段，情绪有没有什么波动？啊，我超过四十岁了。哦，我们讲四意法里面有一句什么？ 一意不一语，师长老人家说：“哎呀，我们很幸运，陈蒙他老人家爱护，那时候才三十多岁，好、哦，所以老人家都直接讲，直接教。我们这个时代啊，几岁就不能讲了。” 现在可能七八岁就不能讲了，讲了他嘴巴就翘得很高了，他那生闷气了，哦，所以这个法没有定法，有些人七八岁就不能讲了。嗯，重要的还是要调整自己的心态了，啊，要有谦则受教有地，取善无穷。 牵挂六爻阶级呀，好，李老师上这个礼的课啊，礼是以沉静为体是吧？威仪为用，中正为则，还有呢，谦让为主，所以谦很重要，没有谦呢、啊，护不了自己的道业。 了凡四训为什么最后还要有一一则是什么？谦德之效，这个太重要了。哎，哦，好，那这个只能要求自己，不能要求别人。严以律己，宽以待人。啊，师长刚刚有讲啊，人家四十岁以上呢，你还讲人家、啊，那是什么？ 无知了，就是、说没读书了，不懂人情世故了。嗯，那请问大家，你们以前劝四十岁的人呢、啊，成功的多不多？不多哈，有没有成功的？有、哦，完了不简单了、哦。小聪，你。 分享一下，你法师你好，呃，小聪之前曾劝过自己母亲说话要慢一些，语速要慢一些。然后，因为母亲以前做律师，然后说话非常快，然后往往有一些道理，在他劝别人的时候，因为语速太快，所以不能很好的就是入到那个人的心里。 所以我也是跟母亲说，然后说您看老法师讲经的时候就特别慢，所以就特别能摄受我的心。所以母亲也觉得有道理，然后她也慢慢慢慢的就把这个语速然后给放慢下来了。好，谢谢肖总。哦，这个四十岁以上能把习惯改掉啊，这个都是很有善根，也不简单。 都要下蛮大的功夫，啊，当然因为是儿子劝呢、啊，也不一样。呃 <laughs>，儿子劝妈妈，女儿劝父亲啊，这个过去生缘好，好劝，而且对方啊会觉得什么？他为我好，啊，所以这个也是人情事理哦。为什么说朋友硕诗书矣？ 朋友，那跟父子关系还是缘上有一点不同，啊，这个都要拿捏好，哦，尤其最近的人呢，要劝对方呢不容易，啊，因为我们才刚开口啊，对方会有一个心理是产生，你也没有好到哪里去，啊，连五十步还笑我百步。 所以，这个师长老人家，他一般呢在台上啊，他会把道理讲清楚；下的讲台呢，几乎很少讲人。当然，特殊因缘，讲了对方很受用，感他恩德的，这个才讲。啊，这个情况比较少，因为毕竟老人家面对的都是成人了、啊。 你成人有时候，他还不至于说会怨恨老人家，但是有时候面子还没放下。假如老人家讲他两次、三次，他没改，最后不好意思来见老人家了，那个缘又怎么样？又没了。哎，见过老人家的，请举手。好，请放下。 见到老人家的时候，跟一般的磁场一不一样？不一样吧？哎，见到的时候没啥妄念吧？对呀、啊，那个加持力很强哦，所以老人家这个会护念好啊，跟一切众生的缘呢、啊，哦，不要到时候他不敢来见，他就很可惜了。 哦，所以一般下来不讲人，哎，好，哦，所以这一些运用之妙啊，存乎一心啊，你自己的自受用跟他受用啊，自己要互念好。好，我刚刚讲的，二十岁以前可以讲，二十岁到四十岁要用暗示的，啊，四十岁以后啊，不能讲。 老人家曾经啊，跟陈德也是这么教导啊，说你自己呀、啊、要去做一个好榜样，哦，让人家去看，哦，然后呢，不要把别人的物门给堵住了，哦，呃，陈德那时候听是感觉呀、啊，老人家。 这么提醒啊，应该也是看出，承德还是呢见人过，看别人呢、啊，向外的，产生不了什么好结果，啊，还是要把精神用在自己的身上，好，而且我们再冷静想一想，道理我们明不明白？我们听经听了那么多年，到底明不明白？转了没有？ 所以，其实我们听到你听的多不多了？蛮多的了。哎，可是啊，我们之间的信心没有丧失啊。其中有一个原因是，我们看到师长老人家做到了，这个信心呢，最起码不会丧失掉。可是，我们再冷静想想。 那我们身边的家人跟同仁，谁做到了，就不容易了。哎，哦，所以这个时候呢，先做到最重要。君子有诸己，而后求诸人；无诸己，而后非诸人。这些京剧应该通达人情。 势力哦，所以我们现在还急于啊，不管是对另外一半呢、啊，还是对亲人、同事，一直想用言语好像来说服对方。大家可以去感受看看效果如何啊！承德觉得呢，听这一段开示啊，不知道听了多少遍了、啊，很有印象了，都会背了。 都可以复讲了，还是可是呢？反而冷静下来，面对这十几年走过的路，再来听这一段说啊，都是自己的问题，因为自己还是没有放下这个好为人师的习气，还是耗了很大的精力都在讲别人、劝别人，没有在自己身上下功夫了。 哦，那这个感悟就觉得不能再走老路子了。哦，好，好，那刚好呢，有个学长也问到说，啊，想请问呢，如何分辨和蔼待人和敷衍嬉笑？啊，何时需其警惕？ 心啊，这个是一个问题啊。请问大家什么时候要起警惕心？哦，anytime，anywhere。道也者，不可虚于离也；是道则进，非道则退。这个道啊，讲到极处的话，就是性德。跟性德相应呢，该讲要讲。 跟性德不相应了，马上要闭嘴。好好，那这里提到说和蔼待人，那这个是真心相待了。好，这个你关照得到啊，这是真诚慈悲相应了。哎，福言嬉笑，福言那是轻浮的话了，这个不够恭敬了。好。 这个嬉笑啊，我们在这个时代成长啊，对嬉笑还是挺相应的，放松一下，活着挺辛苦的，是吧？啊，幽默一下啊，这个在西方叫 h u m a n 是吧？幽默一下，气氛转换一下，挺好。 但是你要更能感感受到你这个幽默对自己跟对别人是产生什么效果、哦？啊，那这个就要就事论事了、哦。啊，比方说我们这个嬉笑，大家一笑，可能我们这句话里面有轻视的味道在里面，啊、哦，甚至是批评公众人物或者批评政治人物，这样好不好？ 那纵使大家哈哈笑，可能我们落的也是一种不尊重人，这些讲道的人，这样也不好啊。所以幽默啊，反而你那个幽默呢，可以让人家产生善根啊，不分别不执着，这种幽默好。 请问大家，师长老人家幽不幽默？啊，你们听他老人家讲经就知道呵，跟他老人家相处，谈笑风生，很幽默啊。但是那个幽默里面是智慧，是慈悲。啊，比方他老人家，啊，人家跟他握手，啊，请问您是哪里人？ 那老人家说：“我是地球人，我跟你同乡，幽不幽默？可是你看这幽默里面有什么？他有智慧啊！他在每一个机缘里面，把人的什么分别执着提醒了，就有受用了啊！同乡啊，不要去分别，你是那里人，我是这里人。” 我们现在处在这个地球上休戚与共啊，哦，所以老人家说，我们最最低的标准，现在起心动念要为什么想？地球想啊，不然这个地球现在危机这么大，哎，哦，你看，包含市长老人家，这个看到这个六尺像。 啊！大家看完这个片子，了。你看这个例子有有没有修身？有没有格物？啊，自知、诚意、振兴修身、齐家，再来呢？治国，治的什么时候的国？那个清朝，现在有没有影响？ 有啊，我们当时候曾经亲自去呀、啊，啊，去走那条巷子，去了还是不一样，亲身感受，啊，结果走的时候啊，只要对面呢有摩托车来了，他只要看到有人走，他就停下来，一定等你走过了，他才起，就是那个让的风气呀、啊，在那个地方。 都还保持着，哦，所以你看他的德行风范，影响了几百年之后的人，这个可可是了不起啊！好，那这个治国来平天下，师长老人家在两二零一七年联合国的会议的主题是什么？ 啊，选择恶性竞争、斗争、战争，人类有受不完的苦难；啊，放弃恶性竞争、斗争、战争，人类有享不完的福报。这句话有没有点出整个世界灾难的根源？有啊，上下交争利，而国危矣，而家危。 所以老人家把六指相搬到哪里了？联合国的公案啊，联合国上把这个公案向全世界的大使宣讲了。所以老人家是胸怀天下的，看到一个戏剧，他可以想到什么？怎么样协助天下安定、哦？目前当木其心哦，老人家都在表演给我们看哦。 所以大家有幽默感的，就要效法师父，在每个幽默当中点出重点。嗯，好，有没有跟大家讲过呢？师长老人家又听人家说，人本主义，听到一个词啊，叫人本主义。 我们学过教育学的都知道，啊，有一个人本主义学派，啊，师傅一听到，因为他老人家不看电视、不看报纸嘛，所以这些西方的理论他也没有接触。结果一听，老人家马上反应，不是人本主义，校本主义，校本主义，啊，校本就告诉人。 人的根本是什么？孝。哇，他这么一认知的孝心开，他百善都开了。可是我们一听人本主义，哪个人？谁呀、啊？自己呀、啊？请问大家，你拿到一张合照的时候，你先看谁呀、啊？<laughs> 哦，说不定有一个人啊，突然看一张照片。 一回光返照就开悟了，有没有可能？有啊，呵呵他突然一回光啊，把这个我字就破掉了，他就开悟了，啊，那叫会修了啊。哎，这个这个公案有没有？有啊，唐朝的元小法师，他是净土宗在韩国很有名的祖师，啊，他有一次跟一个同伴。 刚好呢，要到我们东土来，啊，不要到神州大地来求法。结果在路上啊，又饥又渴，啊，几乎都快昏死过去了。哦，啊，到夜里啊，什么都看不到了，两个人瘫在那里啊，突然发现有水，哇，摸到有水，两个人赶紧喝啊。 啊，实在是太好喝了，啊，那因为整个都是漆黑的，就睡过去了。隔天两个人一醒过来啊，躺在那里，坟地里面，啊，一看昨天喝的那个水井里面还有一个人头在那里，哦，那个尸水流下来，哇，眼看就恶心要吐了。 就在那个刹那，元小法师一反观自心，就开悟了。所以呢，神州大帝也没来，就回去弘法了。他当下悟了什么？一切为心造，镜缘无好丑，好丑起于心。他在那个瞬间把他的爱憎好丑打掉，他障碍就去掉了，自信光明就透出来。 好，那老人家是有智慧，在每一个点上去提醒我们，往内观，放下妄想、分别、执着。好，好，好，所以我们在思维这些问题呀、啊，就是我们自受用跟他受用啊，就是我们用的是不是真心啊？那。 这个言行出去了，对方是不是真得利益了？这就是我们常常要去关照思维的，哦，啊，对方没有得利益，哪怕我们用的是好心，我们也要调整我们的方式，啊，叫善巧方便，啊，啊，如果不为讨好对方、获取利益等私心。 喜欢就夸一下，会长对方的傲慢吗？折损其福报，使其丧失警惕吗？哦，啊，喜欢就夸一下，<laughs> 高兴就夸一下，<laughs> 哦，那这个可能没有关照到，对方的状况。 所以你夸人呢、啊，也是一门艺术，啊，你称赞他很诚恳，进一步还要期许他，是吧？哎，你这个做的不错，怎样更好？还有一份期许给他，啊，你说一高兴呢，一喜欢的一说，哎呀，真了不得啊，哎呀，这个太稀有了，就一赞叹又赞叹的很高。 啊，我们啊，跟承德这一批出来的讲课的人呢、啊，古来征战几人回啊，啊，我们也倒的差不多了，啊，你们也没看出来，我已经倒了很多次了，现在是硬撑在台上，这是真的，不是假的，哦，我们当时候一开始。 庐江还没开始，我们就在讲课了。那时候的赞叹呢、啊，一讲完课下来，那那些大学生啊、大众啊，一赞叹开口就是，真的是孔子在世啊！啊，真都是赞叹到这个程度的。我们一开始听的时候都吓得半死，听了三五次之后呢，慢慢就有点习惯了。 最后就完蛋了，啊！现在的人根基呀不是很经得起赞叹，啊！当然，你那个赞叹呢要跟什么相应？性德。你不要赞叹他的外在的东西太多，你一赞叹他的才华，他会慢慢觉得我比人家厉害。 他就容易起高下见，你赞叹他的性德比较没有这种问题，哦，好，啊，所以鼓励是需要的，赞叹是需要的，但是拿捏好，哦，增长他的性德善根，不要增长他的傲慢，哎，好，这是称赞者的角度。 大家不要听完之后都不会说话了。你用的是真心呢、啊，都不会离太远。啊，如保赤子，心诚求之。你是用真心，不是用你的喜欢不喜欢去做，就对了。再来换另外一个角度呢，我们假如听到别人称赞呢，这个叫自我互念呢、啊。 好像，偶遇大师有一段法语啊，陈德不是记得很清楚，但他的意思就是，你面对人事环境、物质环境的逆境啊，你要当作真实受用处；你面对顺境，面对别人的赞叹，啊，这些恭维啊。 你要当做毒箭看待，啊！站台一来了，唰，箭射过来了，毒箭哦，一中毒会怎么样？会散开来哦。这样你面对顺境比较警觉性。啊，当然我讲完，你不要听到人家站台说：“你别给我射毒箭。<laughs> ”哦，这个一意不一语啊。 你看一个法语啊，从你自己的角度是一个角度，从对方又是什么一个角度？<laughs> 所以为什么说法没有定法？这个大家要善于去体悟我们面对人家的赞叹的时候，我们要保持一个警觉，我不能生傲慢。 不然我就被自己给毒死了，啊！可是你要感恩别人对你的鼓励，啊！那那个心态是什么？战战兢兢，啊！所以孔子说：“法欲之言，能无从乎？改之为贵。啊，训欲之言，能无悦乎？绎之为贵。” 悦而不易，从而不改，吾莫如之何也已。啊，上次有跟大家讲说，一听到“吾莫如之何”这句话，叫高度警觉啊！因为这一句话翻成现在的白话，就是这样的人，我也拿他没办法，就连圣人都拿他没办法啊！那横批叫没救了。 <laughs> 所以这些话都是很重要的。那意思就是，别人义正辞严的提醒我们、劝谏我们，这叫法语之言。我们应该感恩他的护念，能无重复啊，谢谢谢谢。但是不能是嘴上说谢谢，啊，行为上表现接受劝呢。更重要什么？改之为贵。 啊，假如我们没有改，代表是嘴巴讲谢谢，内心没有真正感激别人的护念，那就做成什么？表面的啊，那这个就不是菩提心了，邪正真，位了，哦，就是内浊外净。 外经呢，始情终代的，那这个就跟道是看起来表象上好像是菩提心，事实上是虚伪的，不是真的了。哦，那训谕之言呢，就是比较是肯定的言语了，赞叹的言语。能无悦乎？受到鼓励了嘛，振奋了，高兴了。义之为贵，这个义就是。 要冷静下来，我没人家讲的这么好啊、哦！要更战战兢兢啊！为什么？进一步啊，莫这个娑婆界退缘多啊，进一步就有什么退九步的危险在那里了啊！我一起得意的心啊，可能就都前功尽弃了啊、哦！用这样的一个警觉性啊！ 啊，来护念自己，好，好。啊，我们再回到呢，我们讲的十四点是掌握纲领，好。第十五呢，我们是引了一段。 劝发菩提心文的教导，大家有没有觉得读劝发菩提心文，觉得这我们这显安大师慈悲到了极点，细心到了极处了啊？我们可能面对的种种境界，他都讲到了啊。您看他老人家讲的啊，唯愿大众啊，明我愚尘。 怜我苦志，真的是掏出心来，就求我们成就啊！同立此愿，同发实性。未发者，经发；已发者，增长；以增长者，经令相续。啊！勿畏难而退却。啊、哦！这一点，我们刚刚讲的，烦恼起来。 可能都是因为信心受的影响啊，所以净土法门强调信愿行。这个信当中啊，首先第一个信谁？信自己有如来智慧德相啊，这个不能不相信自己啊。师长老人家说：“傲慢感地震。” 贪心敢水灾，嗔恨敢火灾，愚痴敢风灾，傲慢是敢地震，怀疑呢，山崩地陷。其实人疑心一起来，整个人就垮下去了。有没有那种感觉？啊，一没有信心，一直相续，哇，叫天天不应。 叫地地不灵，可是重点还是因为自己没信心啊，才会赶来这种心理状态，甚至是外在的境界，好像又觉得好像祸不单行了啊，一报随着真报转啊，自救者天救。 自助者天助，自弃者天气，这一句话跟感应的道理完全相应。自助自救，这是善根，感召来什么？佛菩萨善缘的护持。我们一自我放弃了，那感来的铁定不好的因缘了。为什么？ 魔都等着要破坏修行人的道业呀、啊！我们这个一不好的念头一来，就感召来这些恶缘呢。哦。所以勿畏难而退却，勿事意而轻浮。啊，这个要慎重，不能把修道，尤其是念佛法门是易行道，这个易不是。 指它容易哦，这个易是什么？比其他法门容易，不是说他很轻易就成就了，是比其他法门容易。因为其他法门要靠自己，这个法门可以靠佛菩萨的加持，尤其是阿弥陀佛四十八愿的愿力啊。但是这个法门要成就啊，最重要的。 关键是什么？心愿具足。可是我们那一天引了黄念老讲的啊，喜欢是留恋娑婆，讨厌也是留恋娑婆，心上有放不下的事，都是留恋娑婆，幸愿就不具足了。 师长老人家今天讲的有一个很关键的一段，大家记住没有？他老人家已经说了，我随时随地可以往生了。那时候老人家几岁？七十左右啊，啊，七十三了、啊，差不多七十三岁，哎。 那一天不是跟大家探讨一个重点吗？人这一生要遇到一个明白人，容不容易？不容易哦。老人家在七十三岁已经宣布了，他可以随时可以走了。现在又过了多少年了？那老人家已经是大修行人了。 七十三岁已经说他可以随时可以走，现在又修了二十年了，所以老人家现在给我们的教诲啊，要如平得宝、哦，这个是很稀有的因缘的哦。好，所以老人家在今天的讲话当中也道出天机了，为什么他老人家说我可随时可以走？ 对，他没有留恋的嘛，事出世间一切法都放下了，连佛法他也不贪求了。好，那这个只有我们自自己自我勘验哦，还有哪一些放不下的事甚至于都我们自己都能够在每一个静缘当中看到自己有执着的点，赶紧。 下功夫，啊，勿欲速而不久长，啊，欲速不达，什么事都要让它水到渠成，啊，瓜熟蒂落。勿懈怠而无勇猛，我们讲到的要有恒心、毅力、耐性，啊，勿萎靡而不振气啊，其实啊。 老人家一些经教啊，都是对峙这一些的。啊、哦，老人家特别强调，没有一天呢、啊、不读经、不听经、不讲经。啊、哦，古人是说三日不读书，面目可憎，但是古人的话。我们现在呢，一天不做早课啊，就不一样了。 这个是我们现在的程度，哦，所以为什么会萎靡？铁定没有坚持做功课，没有坚持十念法啊！老人家很善巧啊，知道我们这个时代生活步调很很忙碌啊，啊，用十念法。 每一次念十声，一天几次？九次。睡醒了还有睡觉前，啊，三餐就五次了，啊，早上要工作了，念十声，啊，中午要吃饭了，啊，工作停了念十声，下午要上班了念十声，啊，要下班前念十声，九次啊，贯穿。 当然，我们自己要感觉到我的心烦恼扶不扶得住？假如你每天做九次啊，妄想纷飞，那要不要调整？就要念佛的时间次数要调整，尽量多，哎，慢慢能调得住，不然我们就这个很难。 得利，好，勿因循而更期待，啊，所以不能因循。了凡先生说：“天下聪明俊秀不少，就根性都不错的，所以德不加修，业不加广，只为因循二字，耽搁一生。”啊，这个时候就要请出我们。 复圣颜回夫子为榜样啊，他老人家给我们表的一个法：不恶过，我们就要用这个精神，才能破除因循的习气。啊啊，勿因愚钝而一向无心，勿以根浅而自比无分。你看，都跟信心有关。 啊，譬诸众事，树重久则根浅而日深；啊，又如磨刀，磨久则刀钝而成利。啊、哦，岂可因浅误重，任其自枯？因钝伏磨，自知无用。啊，这个我们都要警惕，都要突破。我们根性比较钝。 难不难过？根性钝好不好？当王呆头好不好？<laughs> 哎，根性钝有根性钝的表法，是吧？哎，连他都可以了，我们就很有信心了。哎，所以人一能知，几百知，能识能知。 几千只，啊！果能此道矣，虽愚必明，虽弱必强。我感觉现在可以让广大的人有信心的，就是你本来不怎么样，最后你很怎么样。哦，啊，比方说我们前期有马来西亚的学长，哇，他们那个。 中文那不可能跟我们海海峡两岸的人比吧？他们的环境就比较弱了，学起来很吃力呀、啊。哇！结果后来啊，他们很用功，进步很大，让我们都汗颜。啊，像我们第一期的有马来西亚的，还有在纽西兰、在澳洲成长大的，从小都没怎么学中文的。 我后来写的论文，我都写不出来。看到他们就觉得很惭愧性，所以你看他们从小没很好学中文的环境好不好？你看他们一转，刺激到我们海峡两岸的中国人，所以都没有不好。啊，我们用真心，自他都得。 最大的利益，啊好，所以我们的程度不好，请佛注释，请自己勇猛精进，啊，配合的这么好，啊，东西掉下去就 k e p point，啊，刚刚讲的这个是重点，大家共同发心，啊，不要这个妄自菲薄。 好，第十六啊，也其实就贯穿在我们整个课程里面，就是我们修学啊应有的警觉性。 我本来这一条呢，还还想是用那个偶义大师的净色名，净色名有四条嘛：净土为归，关心为要，善有为依，持戒。 为本，哎，好。当然，这两个也不是冲突的，啊，请问大家，净土为归，要不要有警觉性？要啊，你时时要想着，我是要去哪里的，你不能跟这个目标相反呐。哎，随忙随闲，不离弥陀名号。 顺境、逆境，不忘往生西方。好、哦，再来呢，观心为要。啊、哦，这个随时要关照到这个念头，这个也是体现这个人的警觉性啊、哦。修行啊，过程当中要面对的境界非常多。 我们这个课程里面最常讲的，就是一个念头就是一个种子了。啊，也曾经引了彻悟禅师的法语，我们再复习一下。啊，就是世之世间呢，最可珍重的，莫过精神；啊，世之最可爱惜的，莫过光阴。 啊！一念静，则即佛界缘起了。我们念这一个一句清净的佛号，就种了一个佛的种子了。一念染，染浊的心呢，即九界生因了。其实，尤其是什么三恶道就生因了。哦，所以凡动一念呢，就是十法界的种子。 怎么可以不尊重呢？啊、哦，是日已过，命亦随减，一寸时光即一寸命光，可不爱惜乎？啊、哦，所以知道精神之可尊重，则不滥用，不乱浪费精神，则念念持持佛号佛名，光阴不虚度，则刻刻熏修敬业。 而且我们对念头要知道，将菩提心灌注在生命中，有一句很重要的话，师长老人家说：“轮回心修什么样的法都不能往生。”哦，轮回心是造轮回业，啊，三十系念又有一句很重要的提醒。 须臾被念佛之心，刹那即结业之所。只要不念佛，打妄想，可能又是造业了。哦，所以这个佛号啊，一定要提起来，啊，要扶得住烦恼啊，而且这个师长老人家常常说，我们。 下一辈子去哪里不用问别人，问谁，自己就关照自己一天什么念头最多。啊，其实这一段话就是彰显佛门说的“强者先迁。什么念头最放不下？比方说我们脾气控制不住，现在身体这么好，脾气都压不下来。 临终呢，那铁定随他去了。哦，所以老人家讲的那个公案呢，安世高大师的同学、啊，明经好诗，可是脾气大，去托钵一餐饭不好，他生气了。这一念夜莺呢，就带他到畜生道去做龙王了。 哦，所以这些公安对我们都是高度警觉呀！哦，好，这个警觉性当中啊，还有面对无常也要有警觉性。哦，世间无常，国土为脆，三界无安。 犹如火灾，众苦充满，甚可怖畏。这是《法华经》当中讲的。我们其实，在这个世间呢，财色名利这些东西很多啊，容易失去一种无常的警觉啊。佛在经上就是比喻啊，已经失火了。我们现在住在那个房子里面呢。 我们还在那里玩呢，因为我们不知道那个火很厉害、啊，会烧过来的。哎，哦，所以我们晚课的时候都有念一段普贤菩萨的这种劝勉：“是日已过，命亦随减，如少水鱼，斯有何乐？啊，当勤精进，如旧。 投篮，哎，你头已经着火了，你会做什么？不可能再做其他事儿吧？赶紧扑灭这个火，啊！但念无常，我们现在救自己的慧命，就像扑火一样，没有其他的念头，赶紧念佛，啊，赶紧积功德，啊，好。所以面对无常，要谨防业力发动。 啊，要能是善根发动。好，印光祖师有一段话呢，对我们面对无常是很好的这个法要就是学道之人，念念不忘此字，哪个字呢？死啊，则道业自成。我们要跟人家。 吵架了，突然想，随时会死，啊，这个“死”字就在额头上，啊，那还有什么？可能下一秒就面对无常了。还有什么好争的？还有什么好吵的？就容易把这个贪嗔痴放下。好，好，包含我们面对学习呀、啊，也要有警觉性。啊，还没有证阿罗汉以前，不要轻易相信自己的意识。 因为这个我见也很厉害，四大烦恼长相随，哦，好都要关照自己的心念，好，好还有，藕一大师那一段话：学问越多，我慢越次，习气越长，去道越远。啊，这个也是提醒我们，不能增长我见我慢，啊，为道日损。 越学是内学，不断调伏内在的习气。好，好，再来啊，面对工作也要有警觉性所以为什么说善观己兴？啊啊？因为我们从自身在观察到有缘的同修们。 会发现呢，在讲台上不好修啊、哦，然后呢，在当领导的位置上不好修，哎，还有积累的一些经验之后啊，也不好修。嗯，啊，比方当了领导，啊，会把我们这个习气带起来。 啊、哦，这种傲慢呐、啊，或者这个擅自做主啊，这些容易起来。哦，所以这个都能够在这些境界当中修行，都不简单，叫吉相离相啊。不然我们在这个境界当中，就会把自己给卖掉，自己不知道。哎、嗯，好，你看今天师长老人家讲的，他老人家说他不管人，不管事，不管钱。 还提到说，末法时期呀，谁当道？修罗、罗刹修罗的特质是什么？脾气很大，很傲慢的。嗯，好。那这修罗一般呢？ 他假如在领导位置上了，他那个习气就增长得很快了。好，那请问大家，师长有没有遇到修罗？有没有遇到罗刹？有啊，啊，是不是障碍？不是啊，所以是重点是我们会不会修啊？哎，所以他老人家说，人家要的我通通给他。 哦，结果他越越撕越多，不是有讲到公案吗？要离开台湾的时候，啊，大家都都埋怨，大家都要有那个真的心嘛。老人家全部放下，一丝毫的埋怨都没有。嗯，好，老人家心中时时就是老师怎么教的。 佛陀怎么教的？他不随顺烦恼习气，都是随顺圣贤、佛菩萨教诲。这是我们的学处啊！哎，老人家说的，我前二十年连道场都没有啊，是吧？那后面还好不容易有一个九美图书馆，结果现在人家儿子不扶持了。 老人家说放就放了，啊！所以走这一条路，我们再复习一下，师父说走这一条路，首先呢，过最低的生活要求，啊！因为佛陀给我们表演了什么，托钵，啊！但是大家不要听到这里说哦，修苦行。 每天就吃几粒芝麻 <laughs>，那不是啊，就是重点意义不意义，就是不要去追求生活上的享受。所以那个苦行啊，大家可不要着在向上苦行。真正的苦行是什么？你能够遇到逆境不起嗔恨，遇到五路啊。 你能够忍得住，那是真功夫啊！哦，那个才是忍住，才是真正苦行的境界呀！啊，别人受不了，你都能包容，都能接受，这是苦行。啊，所以我们看《金刚经》里面讲什么最多？不思跟忍住，就是在一切境界的考验当中。 发现我们的无始劫的烦恼习气，然后把它打掉，这是真正修苦行的功夫。好、哦，好，那我们看，弘一大师啊，就是好榜样。他老人家是在富贵子弟耶，生活从小就是很富有。 结果你看他一修行就怎么样？持戒，过最低的生活，马上把他整个生活状态可以调过来，这个是真功夫。哦，还有他年轻的时候，人家迟到一分钟了、啊，他门就关起来，就把他骂走了。哦，你看他修行完以后呢？ 人家煮饭怕，怕好像是煮咸了，啊，大师啊，对不起，煮咸呢，他说咸的好，啊，哪天要煮蛋呢，大师对不起，煮蛋了，蛋的好。什么都好，本来脾气那么大，很挑的，你看什么都好。他就是把习气都转过来，啊，所以我们昨天讲，重实质，不重形式。 弘一大师就好榜样，啊，夏天居老居士说的：“以调伏习气为精进。”好，好。我们这个警觉性里里面呢，就是时时提醒自己：不求有功啊，但求。 无过，这个初心时时要保持。我可不是来握拳的，那个那个弄拳的，我可不是来造业的。啊，不管我是弘法还是护法，时时提醒自己，是来成就自己跟成就他人，不能随顺习气。啊，那这样不管是做领导还是讲学，就能护好自己跟姻缘。啊，那当然师傅的法很重要。 他老人家说，他讲学的态度啊，只有他自己是学生，其他的都是什么兼学好，这个也跟我们强调的啊，只有自己是学生，这个学习的心态相应啊。好，再来，连经验呢、啊、都不能够。 执着，啊！夏莲居老居士有一段话很好：“昨日之非不可留，过去错的不要再放在心上，赶紧种实子。什么是实子？后不再造，这真忏悔啊！所以，昨日之非不可留，今日之事。” 是非的事，今日之事不可执啊！我们不能因为啊自己有经验了，自己曾经做什么成了，就觉得我的经验是绝对正确的啊！当然不是否定自己，而是不要因为自己有了什么成就了，好像放在心上了，甚至于呢会炫耀了啊！不长人短。 不炫己长，炫己长了，那就已经今日之事，又值了。啊，那这个陈德也是犯得很严重，也是供养大家，就是我们在跟人谈话，人家有事跟我们讨论，啊啊，不要一下就把道理给压过去，先了解客观状况。 啊，其实是在讲这个问题，都是勉为其难回答。哦，不然呢，都还要再问一下当事人。哦，比方，啊，他问一个问题：我现在的愿望，啊，跟父父母的愿望相左，甚至相反，哦，该怎么办？ 好，那请问大家这样的问题好不好回答？不好回答吧？这里面牵扯的多不多？对呀、啊，第一个，我们讲话有没有主观性在？有、哦，你们有没有遇过人家夫妻吵架了，然后是都是你的好朋友，啊，你听听这个先生讲的。 他先生太不是人了，啊！你再来听听他先生讲的，这太太太不是人了，那到底是啥情况啊？所以人要客观也不容易，对呀、啊。哦，再来，他觉得父母跟他相左，可能是他的看法，很可能你。 破了这个相，往深处去看，父母可能跟你是相同的。就像我跟大家沟通过嘛，比方说你父母一定要你结婚，那是一个相呢。他真正关心的重点在哪？你幸不幸福啊？你晚年有没有人照顾啊？但是你假如没有看到这个点，那可能变成跟父母什么？ 对立的。再来，这里面还考虑到一个重点呢、啊：我们学了以后的表现呢、啊？这个都是客观的一些因素，这些情况收集不完全，怎么有的放矢？所以回答问题好不好玩？啊，不对，回答问题好不好回答？不好回答，所以都要比较了解。 就好像把脉啊，你得要把个。<laughs> 我们最近遇到一个医生，哦，他一把脉二十分钟，然后把完脉说：“你这里塞住了，你这里塞住了，你这里塞住了，你这里塞住了。”哎呀，他一讲完，我看我去年的报告都相应啊，哦，他把的可准了、啊。 但是他要花时间哦，你看现在那个周一是一百一百号啊，一天看一百个进来啊，好开始好了吗？好了，他就摸一下就回来，能摸得准吗？不见得能摸得准哦，所以有时候啊。 问问题呀、啊，不如什么？自己静下来，分析客观状况，自己找到问题的答案。不然实在讲啊，一件事情啊，它里面的因素这么多啊，讲课的人只能讲一些原理原则，哎，甚至于人情事理都在里面。 对于你的晚辈，叫教化；平辈叫劝化；长辈呢，感化。这里面有没有人情世理？有啊。人情世理不通啊，学的再多会坏事呢，<laughs> 因为你感受不到了。所以你看，师傅在这一两集提提的高度什么？ 人情事理懂的是君子啊，人情事理完全通达是什么？圣人。嗯，好。好，所以刚刚延伸到这里就是讲，你今天你的一个经验呢，就不能执着，你要客观了解对方，你才能够。 气理气机的一个建议给他哦好那我们这个警觉性啊就跟大家交流到这里啊那最后这个净土为归观心为要善有为一。啊持戒为本啊这个持戒就是我们讲的三根。 每一条这个教诲，其实都互念我们很关键的做人做事的态度。好，那我们还有三节课啊，三节课啊，我们明天就进入《太上感应篇》的经文。好，这个我们前面呢，这个讲这个观念心态啊，做个比喻呢。 就是先打通任督二脉，啊，心念调整的，观念态度调整好了，啊，这样呢，讲一句就吸收一句，讲一句就吸收一句，啊，你这个经络没有打通呢，讲很多，呃，吃很多东西进去就排掉了呵呵，吸收不了，哈、啊，好，相不相信我们三节课可以把它吸收完？ 信为道缘功德，大家相信我们，呃，这三节课就能把它讲完了。好，今天就跟大家交流到这里啊，谢谢大家。